我们的学校暨南大学，它有一个叫办学目标，就是多元学生、多元学习。他希望运动员的选手来到学校，让全部的学生能学习到什么叫运动家精神。是很多同学看到他们除了训练，刚刚跟主席介绍，他除了训练读书以外，他都非常的专注。很多同学在我们的暨大来讲，他们几乎都是类似明星了。这样子啊，是大学里的明星。对，是大学里的明星。是，这个色可以进，可以插进那个键盘。可以。我可以看一下键盘吗？可以啊。对不起，我往前看。这是70公尺的奥运会的奥运决定。你可以试着试试看，你可以试着试试看。明星。对。可以这样直接就进去了。等一下，你放一支箭你就知道，连你都可以把它射进去，而且比他还要深。我算是，算是一点小名师啊，所以我应该可以把你教到，把它射到里面去。好，来，同学帮忙一下，把射箭三宝帮主席穿一下。女孩子，女生，女生，把外套脱下来。对，要把外套，免得主席外套会被弄坏。开始会吃货。护胸部分的地方，是左边。对。然后把这个扣，扣到这边。这四件可都是。然后这个是护臂，就是要防止这个手臂被打到。手臂被打到的感觉，像到新加坡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什么意思？叫变形。变形的感觉是这样。那很痛的。哦，不会，我们都说它是要飞机票。来，OK。所以它容易打到这里。对，因为越接近，准度越高，但是危险性就提高了。OK。好，来，然后光拿着。等一下，我先来。你没关系。OK。那我先给主持人。中指。三只手，小拇指只有，然后去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解决了你的问题。OK，我的手不会受伤，不会，绝对不会受伤。这我们同学是一样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射箭来讲，一定要跨线，能看到你面对我就好了，面对我就可以了。这就是跨线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个基本动作一下，先试一下。来，不要紧张，慢慢来，因为第一次的人都会这样子。好，来，这样子，对。哇，你很棒啊！没错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就这样而已吗？就这样这么简单的，可以哈。等一下呢，主席，你打开以后哈，箭开以后，我把你箭安上去。我叫你放的时候，你这样放就好了。好，要不然你的信心度会降低。这样可以哈。来，我们先拿一支，拿支箭，我们先摆上去。它这有固定的。我们射箭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它每个环节哦都要照规矩来，就是一按部就班，一步一脚印。好，来，先来，慢慢来，先站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接下来侧面看着我，然后头轻轻90度转过去就好。现在只有交给手的工作就可以了。好，打开，你觉得可以的话，好，来，放 ，OK， 没关系，这是第一支箭的，这是第一支箭，我们把角度找出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往上一点。对，我现在就要从你侧面去了解了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来，现在你已经清楚了。所以呢，来，你可以继续再拉了。好，放。OK， 慢慢就开始，这叫三点射了。三点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件事情，我刚看到了，你要用右眼瞄，不是用左眼瞄。用右眼瞄。右眼，这时候还有点紧张哦。对。右眼要先确定你的右眼在哪，等一下小心你的手。对 ，OK， 好嘞。用右眼。对，右眼，这个叫右眼。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放。哦，这叫做按部就班，一步步的往前走，就找到你的目标。圆圈比较近了。对。这是怕这个被这个打到吗？它的危险性就唯一就是怕这一块，会不会累？不会。不会，那我们就继续了。对。
自己决定咯。原来我根本你不需要教嘛，原来你自己决定可以非常好的位置了。来，再来，再射一个，再射一只好了。我们通常在射箭场上射了六只啊，哎呀，那我让你少射一只就好了。好像没有想象的困难。我没有想象困难，但是只要想象的花时间而已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急，慢慢来，都不急，慢慢来。我现在怕你手开始酸了。哎呦！好，我们现在把弓放下来，我们可以往前走，来看一下你的拔箭，你就可以看到你刚刚是不是那个插下去那个深度，还记得吗？对啊，来拍一下，拍结果。好，刚刚的深度对不对？我们现在随便拿一支，你现在把这支箭你抽出来，来，太快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看一支哈。我们进来这一支哈，我用这个结果录给你看啊。这是您的位置，是，可是你刚刚插进去，你再用手插进去看看，中间的位置随便你插的位置看看，要花多少力量？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所以说你绝对有那个力气去射到这个东西。那我们拔箭的时候很小心，来，这根不是我射的，对，这是你射的，这是我射的吗？这绝对是你射的，好，你可以拔拔看。OK， 好，来，还有上面那只，可以拔掉。OK，这个进去很多的，很多啦。可是你看，这进到身体里面就更可怕了，就这样子。不会，这不会射伤人。射伤人，射箭，射箭，而且成功的射箭。而且是没有人指导的，比指导射的好。没有，有指导。谢谢。这个外面来的学生，乔生到台湾来念书都是我们这一边那个。都是透过我们这一边。主席刚好射箭，有啊有，刚好。效果怎么样？效果不错哎。第一次吗？去射。对。那有中红心？他有好几圈，至少那几圈有中几圈了哈。对。是第一次射箭。对。那有教练教还是？有教练教，有位布农族的教练帮我指导。就一开始就有射中。没，一开始那个箭到地上去了，不过第二支以后都有上。主席，下次这种行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？好，谢谢。可是我要确保我射得中，才让你们拍。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